工党利用我们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抓捕断肠草的机会，已经将军饷运出，并且顺利到达新四军的手中。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工党所谓的军饷，不是金条，不是银元，也不是法币，而是太阳山的特产。他们将大红袍变卖成钱款充当军饷，上面对我们非常不满意，已经下达命令，要求我们必须查清楚太阳山地区更当谍报组织，并且给予严厉打击。你们怎么看，刘科长？啊，处长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？共匪的军饷开支不是一个小数，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，所需要的查猎数量是非常惊人的。上一次抓捕断肠草的行动，共匪如此费尽周折地给我们传递假情报，那背后呢，一定有隐藏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共匪利用我们急于抓捕断肠草的心理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一个是抓捕断肠草的行动失败，另外一个是运出了大量的大红袍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两件事情是毫无相干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联系起来，很显然共匪的行动水落石出。其实共党就用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。这么说，现在找到了运出大红袍的人，也就找到了共党。处长，太阳山大大小小的茶商不下数百个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其实要找到这个人很简单，在太阳山地区呢，像这样有能力的茶商那是寥寥无几的。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，翻到他当天仓库的出货量，很明显，我想，对吧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我们俩有话好好说。没什么，处长，钱科长不是为毛副局长置办大红袍茶叶吗？想必呢，对太阳山地区的茶商，那是如数家珍的。那么谁有这样的能力呢？你心里也是应该很清楚的，对吧？太阳山地区的茶商，我的确知道不少，可是毕竟离开了很多年。这次回来，给毛局长置办大红袍，都是交给茶会的会长桑鹏办的。这就对了，在太阳山地区谁有这样的能力呢？那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桑鹏。那还等什么，赶紧抓捕啊。处长，我建议立刻抓捕桑鹏，立即行动。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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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？我们老板出去谈生意了，都好几天没回来了。在哪儿谈生意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都给我带走！听伙计说，他有几天没有回来，我估计他已经逃离了太阳山区。我搜查了他的房间，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。抓回来的伙计情况怎么样？
没有任何问题，和共匪呢也没有任何关系。等事情平息下来，找个机会把人放了吧。是。我觉得特别奇怪，桑鹏是个共匪，可是他的伙计没有一个是共匪。这一点也不奇怪，越少人知道的事情，隐蔽性就越大。陈科长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真没想到，他居然是共匪。要知道这样，我早就……能够做到如此沉稳而不慌乱的撤离，绝非常人可言。别说你们没有发现他是共党，特勤处跟共党打了这么些年的交道，我也是没有发现。处长，我觉得这个桑鹏呢是一条大鱼，顺着他，一定可以挖出整个太阳山区的谍报组织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早就想到了。把如此周密的计划能够掌握于股掌之间，必然是共党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一定是我们找了很久的断肠草。是我，别回头。老地方，我等你。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他们今天已经去查房抓你了。当我印出大红袍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到了。那你为什么还不走？我还不能走，因为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。有什么事情我替你办，为了你的安全，你必须走。当他们知道大红袍茶叶就是军费的时候，对你有没有怀疑？我回来接着给毛人凤置办大红袍的身份，跟你一直往来频繁。我想，他们也许会联系到我的身上。如果他们怀疑你，你会不会撤？不会，进入特勤处卧底侦查是我的任务。再说，他们现在并没有怀疑到我，就算以后怀疑我，我自己也会处理的。既然你自己都不撤，为什么让我走？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，我潜伏在特勤处就必须一直潜伏下去，直到有上级的命令。而你，有多重身份可以掩护，你离开这个地方还可以执行别的任务，否则。否则就会被特勤处抓，对吧？所以你必须走，必须马上离开。在太阳山地区，我还有一件没有了结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作为革命同志和你的下属，请你相信我的能力。我不但相信你的能力，而且我更相信你对革命的忠诚。但是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能完成。难道有什么任务比牺牲生命还重要？自从参加了革命，我的生命就已经随时准备好了为了信仰而牺牲。信仰和生命共存不好吗？我告诉你，国民党顽军马上就会对你发出通缉，特勤处也在四处搜捕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牺牲会给我们的组织造成多大的损失？你今天找我来却不告诉我什么事儿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把你的任务告诉我。掌柜同志，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不要再问下去了。我们已经共事了一段时间，请你相信我，并且相信我做出的每一项决定，因为为了革命事业，我们必须做出牺牲。其实，今天我找你来还有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如果我不幸被捕，你要在第一时间到莲子同志那里去，那里有我留下一封信。一定要记住。
科长，郭猛在发报。我上次同一个人。。寻找发报地点，继续监听。立即抓捕。是。 这是一份从未使用过的全息密电，而且是高度加密，以往的密码本根本无法破译。断肠草，我们暂且认为他就是断肠草。他已经知道我们对他发出了通缉令，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，他还和自己的同伙进行联系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这。 桑老板，真对不起啊，钱先生，您托付的事情，桑猫可能无法完成了。没事。你是不是也有一种打牌捞不着听的感觉？恭喜刘科长，这次行动很有收获。都是兄弟们辛苦，我去跟处长说。 进来。怎么样？人抓到了，是唐鹏，人在会面室。我一个人进去。是。 桑先生，鄙人薛子琴。我猜到了，手下的人莽撞，让您受惊了。还好。看您的脸色不是很好，这几天没有睡好觉吧？我看你的脸色也很不好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为了我的事情，你受到了上级的训斥。 这几天绞尽脑汁的抓捕我，恐怕也没休息好。善解人意。
您还没吃饭吧？谢谢，我不饿。铁石心肠啊，桑先生，我们同在建阳城，虽然从未谋面，也算是深交已久了吧。薛处长年轻有为，在建阳城也是声名远扬，我桑某人也是佩服得很呐。您是说我臭名远扬吧？薛某也想奔赴前线，抵御日寇战死沙场，一岁年轻时的报国之志，可惜呀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你我政治观点不同，站在不同的政治阵营，我无意驳斥薛先生的人生选择。我们虽然各为其主，可国民党、共产党都是中国人，兄弟间祸起萧墙，日寇趁虚而入，占领了中华大地半壁江山。我薛某身为军人，却在这里只能纸上谈兵，我惭愧。薛先生有如此想法，我倒是想说几句。请讲。薛处长，你既然知道国民党顽军假抗日真反共，置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不顾，为何还要一味地去忠于他？中国有句古话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其实人生可以选择的道路很多，而且实际你想去做，没有什么人可以阻拦你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可我们道不同，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做出选择。我也希望给你一次选择，如果你肯投诚党国，我保证党国对你的往事既往不咎；如果你我合作，那将会天下无敌。如果你肯脱离苦海，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去抗日，我会很佩服你。我明白了，既然我们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，那就言归正传吧。请讲。白果先生宁死不屈，没有透露半个字。我们从他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，但对白果先生，我是敬佩万分。白果只是我们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当中的一员，所以这次您给共党发报，正好被我们抓到了，也算是个有力的证据吧。如果我说您是共党分子，您不会说我是在污蔑您吧？当然不会。好，我是个军人，喜欢开门见山，我希望通过您破获共党在太阳山地区地下谍报组织。我觉得你的计划难以实现。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，这样我们赌一把如何？赌什么？如果通过你我能得到有价值的线索，那你就把共党在太阳山地区的地下谍报组织的情况全部告诉我。如果我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我就把特警处藏在你们那里的卧底告诉你。我们在太阳山地区谍报组织的情况是断然不能告诉你的，换一个吧。根据我的断定，你一定是共党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你知道断肠草。如果我调查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就请你把断肠草的情况告诉我。一言为定。军中无戏言。进来。哎，
好兄弟，你干什么呢？快下班了，我把东西收拾收拾。走，喝酒去。哎，今天不去了，今天还有事儿。哎，林斌啊，喝酒去。哎，今天一定得去啊。林科长都来请你了，我要是不请，你不给面子，真没事儿。给个面子，给面子。哎，满上。说这叫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是我破获了你爹，找到了共匪发报的地址，刘元成才抓到了桑鹏。现在可倒好，这功劳全是人家的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说这个侦查，它本来就是我调查科的事儿。刘元成，你管抓人就行了。现在看来，我的饭碗也被人家抢了。哎，好兄弟，你别不说话，出出主意。你们俩别瞎猜了，处长这么做一定有他的想法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咱们还能落个耳根子清净。那如果要这样下去的话，那我跟秋生还怎么在特勤处混啊？要我说呀，咱们就是太善良了。咱们与人为善的时候，想刁难人都难。你看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是农夫不要紧，可对方也得是农夫啊。如果对方是条蛇，咱们还是农夫，早晚被蛇咬，而且是致命的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们就是心太软，才能让对方得寸进尺，搞得现在我们灰头土脸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你看，就等你这句话，咱们兄弟几个联合起来，给他下两次绊子，看他还敢不敢。咱们几个可是联合起来，让他要情报没情报，过不了多少天，他就成瞎子了。这不合适吧？无毒不丈夫，他不仁我不义呀。好兄弟，我们俩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毛局长的这层关系，谁敢动你？谁敢？我不是怕，我是在想，要不要把林正也叫上？他手里那么多机密档案，如果他不松手，林正那小子他就是个活稀泥的，他最怕事儿了。特勤处谁不知道？就属他和刘元成的关系最好，他算了吧。那好吧，听你的。这才是好兄弟嘛！来吧，来，你们俩干了，干了，来，干了。开心，不用，这样，这个去我那儿打牌去。啊，不行，明天上班了，改天。啊，对，我妈也教导要早睡早起。好，不去了。对，不去了。那好兄弟，我送他。你送他，我送他。好，你先回去啊。来了，好，来了。哎呀，明天见。干我们这行，身体最重要了。走吧。这么晚过来，有急事吗？桑鹏被捕了。什么？他告诉我，有一封信留在你这儿。哦，是，我拿。那他说，如果他有什么事的话，让我们拆了一块开。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一定是被捕了。不过，你不要伤心难过，也不要组织同志来营救我，因为这是我制定计划的第一步。
薛子期的钟馗行动，不是要抓住段长草同志，继而迫害我党在整个太阳山地区的地下组织吗？我被捕后会承认我就是段长草，用我的牺牲来换取敌人行动的失败，从而让我们的组织能够保持实力，彻底捣毁日后谍报组织的恶毒计划。为了让你摆脱嫌疑，我事先向你隐瞒了我的计划，目的就是让你在特务处不暴露身份，从而顺利地将五一半校名单拿走交给组织。我的计划还需要你的配合。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同志们。三皇同志的血不能白流，我们一定要为他报仇。魏民，有事啊？我是来向你请罪的。这，你这从何谈起？我来太阳山给毛局长置办大红袍，可是没想到我交友不慎，竟然一直跟桑鹏密切接触。作为一个谍报人员，我竟然从来没对他有所察觉，这实在是太掉以轻心了。别想那么多，特情处跟共党打了这么些年的交道，我们都不知道桑鹏居然是共党，何况你才来了这么短的时间。过去的事就没必要再提了，再说你那儿也不也是替毛局长办事吗？我那时候跟他接触放松了警惕，我担心无意中被他利用窃取了有用的情报。这倒是个问题，你想想有没有跟他说过什么话？过去这么长时间，一时还真想不起来。要不这样，那个你和桑鹏比较熟悉，同时鉴于你们之前发生的事情，开展工作你暂时到刘元城那去帮个忙，看能不能帮他更好的调查有关桑鹏的事情。是。行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处长，处长。各位辛苦，坐。刘科长，情况怎么样？还是没有什么进展。现在抓到了桑鹏，那就是取得了胜利，会有线索的。钱科长这是？啊，我正要跟你说呢。钱科长为了毛局长的事情啊，曾经多次跟桑鹏打交道，他对桑鹏最熟悉，所以我派他过来，看能不能帮上你们的忙。钱科长，到。你跟桑鹏的关系啊，最熟悉。请处长放心，我一定全力配合刘科长的工作。好。刘科长。啊。到我办公室一趟。啊。哎，文明，开始工作吧。是。是一天两天了，处长，没有，我只是呢。你先听我说，你们俩现在都要把矛盾放到一边，以大局为重，你要跟他配合好，不要为难他。处长，他来帮我的忙，当然很好。其实我跟他呀，并没有什么矛盾，我只是怀疑他是共匪。
所以我才决定让他到兴东科去帮忙。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检验他一下，如果他真的找到了什么有用的线索，那正好可以证明他不是共产党了吗？怎么了？桑鹏就是段长嫂。你说，桑鹏就是段长嫂。为什么？最近，共匪的谍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特别是抓捕了他们的交通员徐凤鸣，而徐凤鸣的投诚使他们的联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不得不重新部署组织结构。谍报的组织结构历来是重中之重的文件，只可能掌握在最高领导者的手中，所以根据这张哈维完全烧毁的纸片来推断，桑鹏一定就是段长草。这两天休息的怎么样？还好，你的手下对我很照顾。那就好。哎呀，我不知道该叫你桑先生呢，还是断肠草。这些年我找到你不容易啊，耗费了我大量的人力物力。你我也算是多年的老对手了，可是今天我还是败在你薛处长的手里了。不不不，我这不叫赢，毕竟你们的军饷已经顺利的运出去了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薛处长又何必在意这一时的得失？是，我已经知道你们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利用我们对你的注意力把我们吸引开，然后利用钱为民给你们的通行证，把作为军饷的大红袍运出去。可我不明白的是，你们是怎么样通过汪伪政府黄协军的地盘的呢？很简单，围魏救赵。哎，有点不明白。日寇自然不肯放过，他们逼迫钱国义带领黄协军前来埋伏，准备抢劫，所以让张顺才带领游击队去攻打日寇正在修建的兵营，迫使黄协军退回，于是军费顺利引出。高明。可惜还是败在你薛处长的手下。说实话，作为不同阵营的对手，你让我寝食难安，但是作为单纯的对手，我尊重你的指挥。看来你们国民党顽军队伍里还有几个通人情的。出于对你的尊重，我今天告诉你，我们特情处在你们中共谍报组织里没有藏匿卧底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是段长草，咱们原先的打赌就没什么意义了。难得棋逢对手，作为交换条件，我可以告诉你个线索：我们的组织在你的特警处有卧底。段长草的计划确实很高明。我
真是感觉到窝囊啊！你说咱，你说咱们特警处这么多人，愣是让他们把军饷从咱们眼皮底下运走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毕竟，咱们的对手是断肠草。说起断肠草，我说句我不该说的话，我真的佩服他，败在他手上，我心服口服。别乱说话，要是让指挥部知道你居然佩服共产党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佩服归佩服，但他仍然是我的对手。说真的，桑鹏要是能在咱们特警处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喝了。咱们这次行动失败了，得好好总结一下，免得下次再出问题。是，是给总结一下。断肠草之所以能够制定出如此缜密的计划，他一定是知己知彼，肯定对咱们和日寇的情况是了如指掌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咱们特勤处的内部会不会有共产党的卧底？因为只有里应外合的情况下，这么重大的任务才可能顺利完成。你回来了，等很久了吧？进屋坐吧。非拉我去聊一聊处理最近的事情。你怎么来了？也没什么，只是想来看看你。最近兰兰也听说了你们处的一些事情，对你特别生气。以前生气了还知道跑来指责我，现在连来都不来了。看来他是真的不想认我这个哥哥了。魏明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他就是因为太爱你这个哥哥才会生气的。有空去看看他吧，我看他最近的状态不是很好。去了不也是自讨没趣吗？你不会生兰兰的气了吧？千万别这样，他还小，空有一腔热血，其实他对这个社会并不了解多少。像他那些孩子话，你听听就算了，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的，有空我一定会去看他。嗯，谢谢你。处长，我们处理有共匪的卧底，不然桑鹏运出军饷这么巨大的行动，那是很难顺利完成的。是吗？对，那你说说看。我认定钱伟民就是共匪的卧底。钱伟民？对，咱们试探过他很多次了，结果他的身份
不都被澄清了吗？那是因为他隐藏得太深了。如果他不是卧底，那么这件事情怎么解释？如果不是他，那么有谁和桑鹏里应外合呢？钱卫民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呀，他也推断出咱们特警处有卧底呀。那是他贼喊抓贼，更能证明他就是共匪卧底。那你如何打算？想怎么找出卧底？很简单，我们现在不是抓到了桑鹏吗？他现在就是我们的筹码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你和钱伟民一起来审讯桑鹏，我在一边偷偷的观察，我要看他的反应。好主意，这样院长能不能改一改？改一改。颜良好不好？你和他一起审，你俩挨得近，容易找出破绽。我来观察，你说呢？行。保密，一定要保密。什么？让我去审讯桑鹏？有什么不妥吗？那倒没有。琴儿响了，歌儿飘过来，心儿动了，有喜也有爱，雪儿化了，花儿就会开，花儿开了，风儿就回来，山河中是中。